伫个咱个报道啦吼，啊超过要三四十万人个接待大妈，啊拢有一点啊小差池，这是真正常啦吼。啊，大家真理性，啊咱甲伊劝下，大家就煞去啊。啊，咱包括咱社区长伫啊现场嘛，甲大家讲吼，要按流按流接妈祖，大家爱欢喜，啊大家就这个代志大家就起来。所以昨天需要稍微大家小发小气，人多小气个，不过咱有妈祖拢会甲大家讲，在这个拥挤大家一定要多加安尼。你性地放较低吼，啊妈祖一定庇佑大家，咱的所有各乡镇、各市，啊拢会平安顺遂，啊妈祖才会欢喜。你讲对无？对。啊，我当然歹势，啊，搁这样个，就是讲迄时阵当时发生的时阵，你拄好伫边啊，我咧。对。啊，我赶快叫所有的助理，叫他们赶快要安抚安抚。啊，大家在少年的吼，啊，这个火气拢人吹后，咱实在天气嘛较热一嘴啊，啊，这吼大家都会比较暴躁一下，啊，大家看到妈祖吼，啊，自然就大家。都平静了，所以昨天的小插旗是 OK 了。他是想要摸价，还是说想要跟？大家拢小心吼，要来帮这新桥平安啦吼。啊，大家一定吼，只要来拜拜，啊嘛爱注意大家安全，大家要保持距离吼，因为咱即马这个疫情嘛吼，啊大家一定爱注意安全。啊，非常真感谢这乡亲的热情啦吼，谢谢谢谢。大批人马你推我挤，这一挤挤出双方火气。吵越大声，冲突更加升级。一群人穿着黑色背心与身穿紫色上衣的群众不断的推挤叫嚣。这时鞭炮声响起，因为大甲妈的鸾教队伍正要经过。在妈祖面前大打出手，警方赶紧隔开双方人马。事情发生在十五号下午，大甲妈鸾教在进入彰化北斗镇中山路跟斗院路口时，两个镇头为了要抢教，因此在鸾教行进过程中发生冲突。所幸彰化警方掏钱部署大批警力驻守在鸾教旁，立刻控制住火爆场面。现场我们带回一名的林姓男子，那表示是北斗人，今天特别参加这个绕境活动。那并没有知识的这个翻译哈，那我们将依收证的画面来追究责任。今年大甲妈绕境彰化，有高达3000名人次警力维安，再加上民防义警共500人，有3500人力协防。原本自豪零暴力、零抢叫，想不到在彰化北斗破功，所幸在警方的介护下，让大甲妈鸾教能够继续前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